还说棺材里有人呢，当时我就站不住了，腿就软掉了。当专家将棺盖撬开后，从缝隙中竟窥见一只人脚，吓得在场人员失声大叫。研究人员将女尸的形象复原后，却惊讶地发现，墓主人竟是一位闭月羞花的古代美女。那么墓主人究竟是何身份？她的尸体又为何能保持千年不腐呢？在2002年的一天，连云港海都区双龙村的一个建筑工地上，挖机师傅刚开工不久，就突然发现了异常。 地基下面竟然出现了一堆木板，师傅下车一看，发现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木板，而是棺材的盖板。工地领导得知情况，立即停下了这片区域的进度，同时将情况通知了相关部门。当地文物局接到消息，立即组织了专家小组赶往了现场。经过考古队初步勘探后，发现这下面竟是一座形制复杂、规模庞大的古墓。墓葬内有一大一小两个椁室，在大的椁室内共有三口棺椁。 其中一口已经被工人从椁室拖了出来，而小的椁室内只有一口棺椁。考古专家们推测，这座墓葬可能是一夫一妻两妾合葬墓，因为古墓已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。专家们绝对立即开展抢救性发掘工作，将小椁室周围的淤泥清理干净后，考古队员们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棺盖。然而，当见到棺内情况的那一刻，他们却大失所望，因为棺内除了一堆凌乱的骸骨，棺材里竟然没有一件像样的陪葬品。如此规模的墓葬， 里面埋的难道只是普通老百姓吗？考古专家只得把希望都寄予大椁室内的三具棺椁。于是他们随即展开了发掘，大椁室内的一号棺盖已经被腐蚀殆尽，因此棺内的文物大多已经消失不见。随后，考古队员们又开始对二号棺展开发掘，而就在清理过程中，有队员发现棺盖上竟然刻着“东宫”二字。在古代被称为“宫”的人，一般都具有相当高的身份地位，因此这具棺材的主人可能就是男性墓主。 专家通过墓中出土的文物和文字得知，当值的东海太守、河南太守以及其他地方许多官员都曾来参加过这位东宫的葬礼，所以这座古墓的男主人在生前应该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，有可能是一位太守或者地方高官。接着，考古队又将二号棺进行了清理，然而这座棺和一号棺一样，因为棺盖腐朽，墓中文物已经全部消失，但当众人看到三号棺时，心中却燃起了一丝希望，因为这最后一口棺椁 看起来保存的非常完好，可由于考古现场人多眼杂，他们决定将三号棺运回博物馆，然后再进行开棺。他说棺材里有人呢，当时我就站不住了，腿就软掉了。江苏连云港挖出一具千年黑棺，当专家将棺盖撬开，竟从缝隙中窥见一只人脚，吓得在场人员失声大叫。研究人员将女尸的形象复原后，却惊讶地发现，墓主人竟是一位闭月羞花的古代美女。 那么墓主人究竟是谁？他的尸体又为何能保持千年不腐呢？通过科学家和医生对女尸的鉴定，女尸的身高为160厘米，年纪在40岁左右，并且女尸的皮肤状态相当完好，摸起来还十分具有弹性，甚至连血管还清晰可见，并且头上和四处的毛发都根根分明，看着就像刚刚下葬不久。与此同时，考古专家还在棺内发现了一枚龟钮青铜印章，上面刻着灵氏会聘四个铭文。在汉代时期， 只有年俸禄在300到2000担之间的官吏，才能够使用龟钮青铜印，而妻子则是和丈夫一样相同等待遇。根据这条线索就能推测出，这具女尸很可能是一位侯爵夫人。接着，考古队员又在棺内发现了一些皇室的绫罗绸缎，这就进一步表明她很可能是一位公主或者郡主，只是后来嫁给了墓主人。从墓中出土文物来看，虽然灵慧嫔和墓主的身份都很高，但出土文物的数量却很少。 除了有些物品已经被腐朽之外，专家推测墓主人应该是一位某种原因在匆忙的情况下下葬的。但令人疑惑的是，灵慧嫔的尸体为什么能千年不腐呢？相较马王堆出土的中国第一不腐女尸辛追夫人，灵慧嫔的墓明显小很多，也没有发现用于保持干燥的木炭。只在墓顶有一层薄薄的青膏泥，而辛追夫人墓中可是有着1万多斤的木炭用于防腐，以及成吨将整个墓室包裹的青膏泥等用于保护棺木的措施。 种种硬性条件，加上机缘巧合之下，才造就了中国第一不腐女尸。然而，灵慧嫔的双龙汉墓却显得如此寒酸。在几乎没有防腐措施的情况下，她究竟是如何保持千年不腐的呢？于是，考古专家决定将女尸进行解剖分析。当专家清理女尸的肠胃时，发现女尸的肠道非常干净，竟然没有留下一点食物残渣。这说明灵慧嫔在生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，刻意的进行了绝食，使得腹内食物完全排空， 避免了因食物残渣引发的内脏腐烂。不过，仔细观察后，在女尸腹部还是发现了异常。
他说棺材里有人呢。当时我就站不住了，腿就软掉了。江苏连云港惊现一具千年绝美女尸，为了解开女尸的不腐之谜，众多专家齐聚连云港博物馆，将女尸放在手术台上进行解剖研究。通过仔细的研究观察后发现，女尸虽然整体还保持完好，但专家还是在她腹部发现了一处轻微的腐烂痕迹。他们分析空腹只能减缓腐烂发生，可时间一长，细菌还是会侵入体内造成腐败。但奇怪的是，这次腐烂并没有蔓延至全身，而仅仅只在腹部烂开一道小口子，随即就停止了。那么究竟是发生什么突发事件，让尸体的腐烂中途停止呢？根据现场开棺人员的回忆，在他们开棺时，女尸被一种褐色的棺液浸泡着，于是专家对这些棺液进行了提取化验，发现其中氯化钠，也就是盐分的含量很高，高浓度的盐水能够抑制细菌的繁殖生长，看来正是这些棺液才起到了防腐的功效。专家却在此时产生了疑惑，女尸的腹部曾经发生过腐烂，说明她下葬时棺材内并没有防腐液体，正是因为这些盐水忽然的进入才终止了腐败。那么这些盐水究竟来自哪里呢？而且墓穴中一共有一男三女四具棺材，为什么偏偏只有这具女尸保存了下来呢？对此专家们提出了一种猜测，因为连云港距离海岸很近，加上这里地势较低，或许是在女尸下葬不久，一次大规模的海水倒灌席卷了这片地区。那么随着倒灌海水水位逐渐下降，这些水又是怎么留在墓棺中的呢？在考古人员对墓棺仔细的研究后，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妙。盛放女尸的墓棺非常特殊，它是由一根整木挖空制成的，这个木棺就像是一个水盆，将海水盛在了里面，从此海水和墓中的物品发生了微妙的化学反应，这种溶液为女尸起到了稳定的防腐环境。对于墓中为何只有林慧萍的尸体保存了下来，专家也给出了个比较合理的解释，千年以前林慧萍去世时，其他家庭成员都还健在，于是她就被家人葬在了家族墓地里，之后发生了一次海啸，墓地被海水填满，多年以后林慧萍的家人们也相继离世，被埋在了这里。正是这样的种种巧合，才造就了千年不腐的女尸。本期视频您有什么想法，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，记得点赞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